舞蹈其实是一种运动，你亦都可以话佢系一种艺术。喺呢个繁嚣嘅都市里面咧，我哋时时都会见到有好多人喺度跳下舞啊，做运动啊，其实系好帮到我哋市民咧，系嚟到释放内心一啲嘅烦躁啊，或者系表达到自己嘅喜怒哀乐嘅。当你如果系做集体舞嘅时候咧，你系可以拉近人同人中间嘅距离。咁呢四十几年里边咧，我哋基本上系每一年都会有好多嘅活动，例如世界舞蹈日啦、香港舞蹈博览啦、紫荆杯舞蹈大赛啦、袋鼠杯舞蹈大赛啦、舞蹈教育提升计划。咁呢一啲嘅平台咧，就正正提起我哋嘅市民嘅参与意欲，亦都系令到而家现有嘅舞者咧更加多平台发展佢哋表演同埋创作。舞蹈藝術教育其實就是舞蹈的觀眾的來源，我們很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面能夠遊說到政府，好像音樂、美術一樣，能夠放咗入去學校裡面成為校本的科目，之後所有的學生都會上到舞蹈課，他們將來出來的時候就對舞蹈更加多的認識。而舞種在未有安排之前，我們自己本身都是代理不同的課程，包括中國舞考試課程或者爵士舞、現代舞等的課程，民間的學生能夠在課餘能夠好好地吸收不同種類的舞蹈，希望他們透過學習然後愛上舞蹈，然后成为我们日后的观众。香港舞蹈总会成立了40多年，一向我们都默默耕耘，在基础培训和凝聚舞者的能力，是令到舞蹈欣欣向荣，是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。我们的方向是背靠祖国，冲出香港。我们希望给予香港的市民下一代可以继续有一个美好的艺术生活。